没错，成语的发源地。传说古时候啊，这一带都是水。古书记说，光明县也一样，破釜沉舟，泪水驿站。你也得把斧子、凿子备好了。 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往市里走呢，啊，三宝跟我在一块儿。你别废话了你，能打通我早打通了啊！你别跟我说话，他我告诉你，小点声。哎哎哎，好好好。通知了吗？那个，消防局跟交警那边我都已经通知了。啊，赶紧汇报。就他们知道消息，马上就会告诉人。啊，现在还没发现。别给我拉回来，行行行，放心吧，知道知道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咱们一会儿不是没挂吗？好好好，到了，挂了。哎哎哎哎。 真行啊！你们啊，六七个人，一大早去上访，你们这些当干部的，没一个发现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是县长上任第一天啊，这个村主任不想干了，别牵累我。李书记，你别生气，这帮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，太贼了，横竖是防不住啊。 谁的？我来报道。谢谢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到哪儿了？啊啊。 找谁？不好意思，请问范太平副主任在吗？忘了，我想当面找您确认一下内容，好吧？行哈，你赶紧把这个复印一下，要拿给新县长看。行啊。行，没问题，我知道了。是是是，好的好的。不好意思，那……哎，常务，哎，我现在过来，好好好，哎，好。 确定吗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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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在哪儿？县里，县委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
犬乡啊，小时候在城里村长大，这两个和九原先挨着，这两个那时候县长呀在两边住，那也是光明县的半个老乡了，可不嘛。赵哥，水到了哪屋？哦，县长办公室。那个小林，你去领一下，好吧？哦，辛苦啊。走吧，跟我来吧。好。新来的啊，新来第一天。这原先是蒋县长办公室，新县长马上就来。新县长还有五分钟就到，做好准备。有什么事儿明天来啊？我们今天不接待新房。来来来，先回去。来，我立刻给他结果。我说了，不管有什么问题诉求，明天再来解决。我们今天不工作，好不好？今天不管我们新房的人，好不好？明天给你们解决，明天再来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先回去。你别动手啊！我不是动手啊，你先回去。我们今天不接待。我来，我来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在这儿站着干嘛呀？啊，咱有什么事儿，咱进去里边反映。走走走走，主任。你来一脸不给我反应，有什么反应吗？咱进屋说去嘛。谢谢。对不起，太麻烦了。我来说他们干什么？你不干什么？反映情况。反映什么情况？有什么情况不能回去说呀？对，咱进屋说。反映什么情况？咱进屋说。耽误车来了，屋里说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，咱让一下啊，主任，让一下。来来来来。